去，第一次炸出来。等一下我会教你。嘴巴打开，捏嘴趴开。咬着，轻咬。哦，安尼，慢慢的用嘴巴呼吸，不要用鼻子，这个不要，用嘴巴。等下上去，你站好之后，你看我，你 OK， 你点头，我就能上去了。咚，顶起来，就落来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白，可以，我知道，好白哦，我喜欢，阿梅哦，喂，换，儿子，阿梅哦。对不起，他就会这样。拜拜，拜拜。抓好，前后定。对啊，自己转正。前后定，前后上，额头往上扬。挺起来。上扬。开始拜年啊！来，双手张开。对对。我喜欢一张盘，然后这个给我来。好，一下。啊，那么晚了，刘啊。哎，我们不要碰到就好了。哎。再静待一下哈、哦，那我们看到肉身已经集合到站轿前面，准备开始做晋升的仪式哈、哦。
现在肉身在排顺位哈，看得到他在排顺位。好，我们算一下肉身的人数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跟昨天差不多，应该是十位哈，十到十一位肉身哈。法师已经开始要进行晋升的仪式，那炮手们也都散开，香点好也都散开了。现在每一个肉身呢，都会喝一口哈，第一道符令化成的符水，由法师的助手呢逐一让每一位肉身都雨露均沾一下。好，那法师的助手就是2月1号施工所的最后一位加码的肉身第六位肉身。傅信贤除了担任肉身工作以外呢，平常就是担任法师晋升仪式的这个助手、助理的工作。画面中应该是志明哥的女儿啦，不是女朋友，女儿。现在着装要当炮手。那战教班的呢，就是穿着去年制服的哈，这就是战教班的成员们哦。他们一般至少都会有8个人以上轮流。好，肉身目前已经晋升完了哈，除了第一位留下以外，其他的呢，我们会带他们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场地哈，因为晋升了以后呢，就不希望有女性的观众去触碰到他们哦，所以说我们会把净完身的肉身呢，现在看到他们是集中到，这个玄武堂五边哦，五边这边哦，然后他们在这边预备啊，预备待命啊。那第一位肉身呢，现在正在着他的完整的装备哈。包含戴上护目镜，然后把脸整个封起来哈。
好，那待会第一位上轿呢，哈，守卫肉身就有守卫肉身的任务哈。好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另外一位小编啊，江老师哈，正在访问炮手们哈。炮去！现在创堂堂主啊，正在集合炮手啊，集合炮手。体验呢？有一部分是。交代待会炮炸要注意的部分哦。我拢啊抓咧啊，啊那伊啊倒去嘛。壮堂堂主李建志议员哈、哦，宣布一下，明天的我们的活动哦，就是7点哦，会在海滨公园的国际地标先炸一场哦，有这官方举办，这官方举办的，还有包含烟火之夜哈、哦，在国际地标，然后炸完以后呢，我们就会离开会场，回到宣武堂，预计九点啊、哦，会在宣武堂再加映一场，哦，所以一般。正常是有一场啊，14号原则上是休息啊，因为今年官方把那个烟火之夜提早到正月14，所以我们明天有2场的炮炸，啊，啊有想要参与的啊，因为明天应该是假日啊，想要参与的可以到宣武堂来。先看到肉身哈，肉身已经站在战轿前面哈，还没有上轿啊。好，一位肉身哈，现在要参拜哈。好，放炮了啊！这个就是真的放炮哈，放炮啊，就是意外了哈，意外的放炮。意外的地方，哦，这个难免啊，因为你看，大家可以看到炮手啊，炮手的香啊都是往前哈，啊，当前面那一位如果突然后退哈，有可能就自己的鞭炮会去引到。好，猴子啊，举手式的啊，准备要起轿了啊，好，现在。现在绝对骂心了哦，拢是来体验的，
三拜哈，首先先三拜哈，拜庙哈，拜庙好，参拜邯郸爷哈，三。好，啊，会先逆时针绕场一周哈，好，会告诉我们炮场到底有多大啊，好，待会炮炸的范围就是这样子啊，会在这个斑马线这边左右哈，好，好，当回到定点以后呢，就会开始炮炸，回到原点哈，就会开炮，好。好，现在要下轿哈。这个起轿跟下轿呢都很重要哈，都需要站轿班跟这个肉身班哈通力合作哈，维护这个安全，维护安全，维护安全。好。